洛杉矶地检官办公室宣布对四人提起诉讼，因为佢哋涉嫌杀害曾参演过《General Hospital》嘅演员 Johnny Vector。五月二十五日凌晨，Johnny Vector 结束酒吧嘅工作后，发现有人准备偷走车辆嘅催发转换器，喺上前询问时遭到枪击，喺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。涉事四名嫌疑人则逃走，后嚟被捕。目前佢哋面临谋杀罪、企图抢劫罪同盗窃重罪等多项指控。洛杉矶警方。 嫌疑人疑似仲与犯罪帮派组织 Forensic R13 有关，如果罪名成立，佢哋或会被判处五年监禁到终身监禁嘅刑罚。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道。